是阿妈，是个主播。本周的主题是阴谋周，办公室那群阴险的家伙一定会想要整我，但凭着我过人的洞察能力，我是不可能被整的。Flashback。哼，看你手举起来的高度，还有随时准备收回的肩膀，一看就知道想整我。还好我。Flashback。看到海洋。想整我，没那么简单。北海，北海，北海王翔，北海王翔。